坚持带饭上班第145天，公鸡花费6米。今天准备做凉拌鸡胗，蒸蛋，打两个鸡蛋在饭盒里，搅拌均匀，加点蒜末，加点盐，加点温水，上锅蒸大概10分钟吧。这个时间来把鸡胗切好，打个蘸料，蒜末，小米辣，青椒丁，白芝麻，细辣椒末，粗辣椒末，淋上夜雨，揉揉点散茶哈，加点鸡精，白糖，生抽，陈醋，蚝油，香油，搅拌均匀备用。蒸鸡蛋应该差不多了，看着讲究吧。完了，淋点生抽，淋点香油，再来一勺辣椒油，撒点葱花完美。鸡胗焯水，加点料酒、姜片，煮好后捞出洗，可以加点黄瓜丝，我没有来点榨菜丝。再来点葱花，拌均匀就可以了。这看着也太绝了吧，尝尝看，真的太好吃了。真不是王者自卖自夸，这虾饭太绝了。米饭是冷饭，吃的时候加热。有姐妹说跟我一起吃饭变瘦，替她开心，哈哈，拜拜了。